我们今天四个人要一起继续玩跑跑马里奥。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闪闪。我们今天四个人要一起继续来玩这张地图跑跑马里奥，不要乱斗了。上一集我们要了47个还是49个赞啊？可是远远超过47个赞大概有五十几个左右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欣慰的。我们今天把目标拉远一点点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56个赞。我以为是87呢，87太多了啦，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？太贪心喽，鬼鬼！哇，能不能够这么贪心？我们今天要求57个赞，57个赞以上的话，刚是讲56还是57？57好了，57个赞以上之后，我们金鱼脑，你才是金鱼！哎呦，我们就来继续拍下一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破我们的第二大关，第二世界玫瑰杯。它总共有一二三，玫瑰世界。那我们到玫瑰世界去看一下玫瑰世界。玫瑰，下一阶这里。爱你的玫瑰，没有玫瑰啊，森林。他骗我。有啦，也许里面有种玫瑰嘛。哦，哎，对哈，进去看才知道啊。怎样？进去才知道。我们不是要从第一章开始吗？第一章，我想说先看每张地图，然后怎么偷窥耶？我这个感觉就是充满沙漠，沙漠。我看到岩浆。我的关卡，这个嘞，哦，洞窟哎，好酷哦！哦，在里面。我觉得今天的会很有趣哎。哦，越来越难喽。你先从第一个吧，先从第一个。越来越刺激，第一关。不要开始揍人呐！揍你！不要乱揍！前方在这里，peace！不要再揍了，我已经速度有变慢了，为什么？我速度超慢。哎，不要再揍了啦，慢慢来啦。哎，说好，不要再和平的，不要再揍了。这真的是各种走开啊！走开哦！不要再揍了啦！谁的 T 加的陷阱是怎样？阿神，走开！不要再揍我了，乖。这边有加速，走开！你再走开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前面的可以慢一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还是走，可以这样偷偷，偷打我，道具，路要走哪里啊？我要上去，看到，哦，你手上拿什么？有了，你们的车尾灯一直爆炸，这个好可怕，我不想用，冲啊！先了解地形，了解地形，第一圈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特别的道具了。哦，哎，好像大家都很近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还蛮近的，好可怕！我在你的后面，有地标逃了，地标来！我死掉谁？死掉了，道具也完了！我有跳刺，不敢用。我也不太敢用，被摔死！摔死！冲刺！哇，阿神你也太近了吧！不要再偷打我了！哇，谁在偷打我？到此时此刻啊！冲啊！有感觉，有快一点了。我离你很好，加速！都没有加速的东西啊！对啊，我有，我有加速，我有蘑菇啊！蘑菇道具，哎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哦，什么加速？哦，哇，闪闪居然是第一名哎！不是吗？怎么第一名？哦，哎，谁砸我？来，有一个烟火！哎呦，小心！哇塞！你把我兵都偷走了！喂，哦，金苹果可以补血。哪一招啊？哎，为什么巧克力送过来了？巧克力，等一下啊！哇，管他3721了，你跳关了吧？不是这样子，我怎么有办法逆袭啊？等一下，会不会跳关？会不会跳关？这又是什么？吃我药水！哇，怎么又顺脚啊？跳关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不是踩到前面还是后面？跑去哪里了？哇，消失！哎，我怎么顺到后面去了？他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没有踩存档点，然后就给我偷跑，然后就被欺负？应该是啊。因为我是用奇怪的道具，那个道具有问题啊。你用中介珍珠传过来的吧？太深了，又来了！我要相信他吗？我吃香蕉，吃香蕉。神秘的东西，哎，踩到香蕉了。什么？好鬼怪哦！你在后面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再试一次。香蕉。哇，闪闪！你靠这样子，怎么有办法？怎么突破他们的？冲啊！我放超多香蕉啊！是要谁？这是什么？墨鱼吗？有看到啊！冲啊！没办法！快到了！什么东东啊！快到了！
到了，还有一圈哦，那么多圈。还有一圈。啊！我最后一圈了。怕怕怕！有没有办法？有办法！闪闪第二名呢。哎，果然不算啊，每一个圈根本都要踩。要踩哈！还有香蕉，香蕉。不能跳过圈规。差点吃到自己的香蕉。哇！鬼鬼。香蕉很多。啊啊！我卡到旁边啊，掉下旁边了。啊！我卡到香蕉。哎，巧克力怎么瞬移啊？没关系啦，我跳过圈缝，我还要走很远啊。哦，好。乱跳。我真的知道为什么我上一集有一圈不算了，就是乱跳，没有踩到。哎呀，走正常路。哎呦！哎呦，要拿三个圈 point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要拿到铜子的东西哎！哇，闪闪第二，巧克力，巧克力还有两圈，为什么跟巧克力只差一分啊？对，隔了那么久，其实只差一分啊！真的，我们隔没有很久啊，差不多有没有一秒啊？不要再打，不要再打了。你们打好像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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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最后面，我在最后面，好慢好慢好慢，你看好慢，很慢哦，慢成这样哦，哎，不要再打了啦，巧克力，哎，箭头箭头箭头，要看箭头，先确定说追梦，哎，这地图好难跑哦，铠甲铠甲铠甲，好不好？放个装备，哇，哎，巧克力，哎，超，哎，八次八次，都没撞死，哇，哎，摔死啦，没血啦。哎、欸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！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我超绝哟！我放了墨鱼、欸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耶！好，哇哇哇！飞飞飞！小鸡，小鸡，哎，小鸡炸死我自己！小鸡炸，炸的好，炸的好，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哇，这什么？很烂呢、欸！哇，这个好难跳啊！啊，这会摔死吧？哎、欸，这直接摔死怎么玩？是为什么？还在下面。Lucky 啊，一点幸运啊！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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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地方超刺，超刺，好多香蕉！为什么那个会直接摔啊？然后超刺，没有他没给超刺啊！狂按空白键，不是、啊、他没给，说没给啦！我在水，他没给啊！你这边那怎么便便？哦哦，我知道香蕉。哎哎、欸，等一下我香蕉捡到自己身上，我可以直接再放哎、欸？为什么？啊，那是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Q 了，垃圾。有一个是不小心 Q 出去啊！哎呦，让你用一下，让你用一下。吃到吃到，三军三军，哇，奇怪哦！甩开大家一条街啊！冲啊！哇！飞飞飞飞飞！我觉得我可以再飞一下。走走走走，我好痛啊！这是伤害，我八级要自己伤害自己。冲！存档点，存档点，自己伤害自己，感觉好像会比较快。哎、欸，黑暗，黑暗，谁的黑暗啦？谁哦？哦，巧克力哦！巧克力，没错，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，补快，又飞，护符惯用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闪电，哇，电死你们！快，有效果，要飞过来，飞过来，哇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哇，怎么那么多，怎么那么多翅膀啊？不要再揍我，你。可以齁，可以齁，圈到巧克力，哎哎，又吃到哦，没香蕉，我是最后一圈吗？跳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可恶，短音，哇，你飞个远，好慢，体验了动能，你还掉一个蘑菇，我捡到，啊，感恩了，谢谢送，就送我蘑菇，可恶，飞飞飞飞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飞哦！好卡，哦，好东西，有点好东西。他没有说，可以。哦，得到把剑哎，这什么剑？会，要砍到人啊！我去砍他！好痛，好痛！摔太痛了！哦，啊，这敲刺真的太作弊了吧！直接飞到下一关。哎，他这个为什么会直接摔死？好东西，有点好东西！哇，你是小。有冲啊！哎，没人，没人给我砍。有，可以，你一起倒下。嘿，护盾，护盾。啊，我想试一下这把刀哦，没有人给我砍。没有人给你砍，我到后面血量太低，跑不起来。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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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到了，有优势了哈。
开场别再打人了、啊，我每一场都好满、欸。我还没，我还没，啊、我已经扣一半了。痛啊！我已经扣一半了。这里是往前的路吗？有两条路哎、欸，跟着鬼走，我相信两条路，两条路。哎、欸，那个不错。走哪里啊？那个还不错。我走反了吗？你啊！我阿森好像走错路了。真的还假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应该是啊。哎、欸，鬼鬼，你隐形干嘛？我、哦、怕你揍我了。哦哦哦！他是两条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巧克力不要，巧克力不要，巧克力不要啊 ！No， 就是很多。不是，那是阿森，阿森在你。为什么？什么叫会？怎、欸、么会、欸、跳不起来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跳起来啊！他雷哥，哇，他直接摔！哎呦，那个，喂、欸，又卡住了！快点跑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快点跑！为什么有地狱幽灵？跑，用力跑，幽灵死了！哇哇，掉到岩浆里面！岩浆，为什么掉岩浆里？走！小鸡炸弹。你怎么会有岩浆？好恐怖、哦！哈、欸，喂，我应该跑里面，我应该跑里面的，里面好危险啊！要跑自己熟悉的路啊！跳不起来哎，怪怪的。你们已经到第二圈了，第三圈。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鬼鬼也很快的。哎、欸，不是我的那个砖，玉宝砖，玉宝砖跳不起来。你这不能答应。走，喂，巧克力进岩浆啊！哇，掉的命掉哦。我刚刚拿到中间真的直接到终点线，对啊，很夸张。终点路太好用了，哎、欸，那你不会掉？找对路线。跳、欸、不起来。哈哈哈！起来了。好，跳。我绕你一圈了。我想提早跳。哦，冲啊！这第几圈？这几圈？非常的有机会。哎、欸，我刚没有算全速吗？很小。我没有算全速。哈哈哈！你死掉一个 checkpoint 是不是？啊哈哈！冲啊！这附近哪有 checkpoint？ 哦，小鸡炸弹！跟你讲，第一张地图血淋淋的教训。哈哈！冲哦！哦！阿泽！就对，哎，我卡住！对，我跳！哇！三个鬼来了！哎小哎小，再来一圈！哎，到了！哎，我这个快不过去！阿泽呢？在哪？我有两条路。你刚，为什么你走路很特别啊？为什么你又顺回来？我回到最初的。哇，这个岩浆区里面也太难跑了吧！哦，墨鱼，哇！等一下！你刚刚走路好特别、哦，你为啥要伤害自己？不要再打我了！不要再打我了！不要再打了！别再打了！别再打了啦！不要打！不要打了，会岩浆很危险的。很缓的。哎，路在哪里？路在哪？等一下，路在哪？哎，我被卡到一下。等一下，好复杂。你怎么有蘑菇？哎，等一下，我飞起来。哦，飞起来，这里不要飞啊！喂，鬼鬼，救命啊！他会从天堂，从天堂，看没有的。帮忙跑，走错路了。这药水到底是什么啊？没有，我哦。路到底在哪里？哎，这路是怎样？好像有进路哎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绕一圈？感觉走好远哦。我绕一圈。有进路哎，有进路。我绕一圈了。哇哇，阿杰哦！啊，鬼，我们落后了，鬼。等下，阿神，我在跟阿神走。啊！好迷宫哦。哦，路在太复杂了。有看到没有？哎，不要揍人呐！等一下啊！不好意思啊！哦。为什么跑到山上？为什么山上跟前面啊？我刚刚吃到中间珍珠。哇塞！跳关！哎、欸，走错路了！这个八嘎，真的！哎呦！哎，第二圈！这为什么？阿神掉下去！啊，真的，你怎么走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有进入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瞎了？因为我射了一箭。八嘎！啊，这是找路哦。这感觉应该是迷宫区找路。哎、欸，你走在这。箭头，箭头，哦，好，难走，快点，好黑，等下路嘞，看不到路了，哎呦，走，你还用不到，这里还用不到，你好难跑啊，路也太复杂，用四外就掉下去了，好，用好了，慢慢来，可以，小鸡，就不要掉下去，稳住。猪就没问题了。箱子。哦，谁的香蕉哦？小鸡炸弹不是我的哦。
哦，谁的香蕉？谁的小鸡啦？哎呦，谁的小鸡？这个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哎呦，等下经过吹风再使用。哎呦，开机在前面，冲啊冲啊！我靠！哎，卡住！在这里。哦，药水，药水，药水补血的。哇，这个好猛哦！直接走一大哥。哎，小鸡，小鸡没，哎，不是小鸡来了，拉谁的啦？小心，小心！哎，怎么又一只啦？怎么都小鸡啊？为什么鬼鬼跟巧克力是在一起啊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在一起啊？对啊。没有在一起，我没有在一起啊！我金苹果哎，没有在一起啊，我才没有跟他在一起。没有啦，就我都哎，我卡住哎，这用了会发生什么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来来，吃到送往前跑，吃到无敌星星哎！我再吃哦，小鸡霸气哦！咻，这是什么？冲啊！随机传送到一个地方哦，没有没有，它是往前很大一步。哎咻哎咻，哦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个超强的。哎咻！哦，冲冲冲冲冲！我没有超过存档点吧？哎咻！不会不会！哎呀，掉下去了！啊，档点掉下去了怎么办？哎咻！救命救命！啊，摔死了！走走走！冲啊！为什么听到很可怕的声音？好可怕！哎呦，谁啦？好恐怖哦！哎，这什么？哎，有跑步有跑步！害到自己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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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！六起来六起来！哇哦！已经第五圈了！要跑好慢哦！哎，八七八七，跑好慢，跑好慢，走错了，烧到了，烧到，好疼，好亏，头疼到底是干嘛的？再弄了，好亏哦，对对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哎，完了完了，哇，太快了吧！啊，这会不会追会追到我啊？我刚烧到了，我现在才能哦哦，中介珍珠会卡住，太危险了吧！快跑快跑跑起来，给我一个好的道具！哎，我不要这种道具啊！卡住卡住，爆炸啦！怎么怎么怎么 ？OK OK， 你说救命哦！哇塞，金苹果！炸弹怎么回事？哦，你追我追到那么近了！金苹果金苹果！哦，你们慢一点吧！啊，不要用不要用，稳住稳住就好，稳住就好。哎咻哎咻哎咻！一直给我削刺，我不敢用啊！我也不敢用一下啦！哎咻！巧克力嘞！我在哪？我在这里，乖乖！哇哦！快了，快了吧？那个是谁？那个是我啊！太快了吧！来了来了！闪电！你吗？哇塞！哇塞！也击毙了！真的被雷劈了！坏事做太多，坏事做太多！哇！笑死你！直接飞过来！啊！哥哥还是哥哥，维尼还有啊！等等。我要到了，我要到了，中介珍珠，中介珍珠很危险嘞！难难获胜了，哎呦，哪里呀？哥哥，好难哦！还没传到要地方，这传还没传到这里啊！哎哎，我直接传到终点嘞！哦，终点哦，你用那个中介之眼，那个超强，超强，超强，太夸张了！哇，这些阿文总他们看到这种小宝们，你就已经听的跑跑马里奥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。然后超过57个喜欢，我们就会再拍下一集阿文总。那么我们下一集见喽，六个，拜拜。